中山买哪里是最近粉丝问的最多的问题，买便宜的地方又担心站岗，买贵的地方又担心时机不对，那中山到底应该买哪里呢？其实中山买房记住一个点就好了，中山的价值取决于它和深圳的距离，哪里到深圳方便，哪里的房子就有投资价值，所以我们要关注深圳通道落脚点附近的房子。一条深圳通道拉近的不仅是两地的生活圈，更是产业、人口、文化还有生活的融合。价格对标的是深圳宝安，现在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价格，中山目前的价值还在逐渐放大中，并没有全部兑现，要切记一定要以深中通道出口为核心，回复666领取深中通道出口楼盘最新资料。